好啦，各位早晨，咁啊，早晨，收睇呢個中環財經連線，繼續有比比喺我哋新 channel， 又係我啦，hello。嗱，如果係咁，即係我知道琴日咧就有個神talk啦，係冇錯，神同阿呢個温大哥，我大哥呢個拍檔兄弟咧，係啦，都已經帶咗一啲好好嘅嘢俾大家啦。不如咁，我喺度呼籲一下大家，大家有啲咩想問比比嘅話，快啲喺我哋而家呢個直播期間度啦。好啊，好啊。咁我哋不如即今日，我哋除咗講我哋一啲主題之外咧，咁都希望可以答到大家多啲嘅問題啦。好，希望大家可以潛台詞就係要我答短啲，唔好嘢嘢講咁長，咁就可以答多啲，咁啊大家開心啲，收到。唔係，因為我哋都想咩，即個牛年就完啦。係。我哋嚟緊迎虎年啊嘛，即係大家都希望虎年順，係虎虎生威啊，定係捱虎個虎先？唔係，就算捱虎都可以苦盡甘來㗎。希望啦，即係而家講緊先苦後甜啊，但係苦咗兩年啊嘛，幾時甜咧？咁希望快啲啦，我哋。好，我哋就行虎年咁，所以嗱，如果大家即係有啲咩問題，盡快留低啦。咁我哋啱啱就解答。嗱，不如我哋先睇翻問翻阿比比先啦。即係嗱，講真。今日個港股恆指表現咧，算係 OK 嘅。琴晚美股就冇事啦。咁但係歐洲股市唔錯。咁港股今朝早到而家嚟講咧，其實都有超過100點嘅升幅。咁但係似乎咧，我望落去咧，喂，成交都唔係奀奀地。嗱，琴日雖然就話跌市啦，咁但係成交都偏少啦，大概1050億。今日升市啦，而家都係500億左右，其實都算係一個偏低嘅水平。我係咪大家？等緊啲嘢咁啦，好似你係咪等緊啲嘢就肯定係等緊啲嘢啦？但係個問題我即係我成日都會反問自己或者問大家一句就係、是、嗱呢、這個位置你買上定買落先？如果大家有睇我哋琴日神 talk 嘅節目咧、我都講咗啦，其實過去呢個零月咧，我哋就揾咗5個嘅指標啦，去判斷幾時見底啦。因為坦白講，我冇先知能力嘅，我冇預知能力，咁我只能夠咧，我係比較 systematic 一啲，咁我就揾咗幾個指標，我覺得呢啲指標出現嘅話咧。見底的情況咧，個可信性就增加啦。咁喺前排嚟計咧，係五盞燈裏邊咧著咗三盞燈嘅。咁的而且確啦，由22709啦都飆咗上去。但係問題係咧，你會見到其實早兩日咧，恆生指數咧係逼近過100天線嘅。咁啊，大概24600點附近到啦。嗱，呢個重點係乜嘢咧？如果大家睇圖表嘅話咧，所謂嘅100天線咧係由舊年7月到而家都未穿過嘅。咁即係話咧，都考大阻力下啦。咁將心比己啦，由22709，就算你確信已經係見咗底，彈到上24560幾，差唔多2000點，又逼近100天線嘅話咧，咁我斷股都要唞下氣啦。想買嘅就唔買住，要沽嘅就可能考慮低比較相對高位咧去減少少貨，因為過咗個零禮拜就公司發財㗎啦嘛，就新年㗎啦嘛，所以咧呢啲位有啲反覆咧。是正常的。第二啦，我哋又調翻轉問一個問題啊。之前咧升得咁凌厲咧，係主要原因係因為個市升得比較健康同埋比較全面啊。第一，我認同啊。銀行股又升啦，內房股都曾經升啦，科技股又反彈啦。好啦，但個問題係乜嘢咧？當我媽都知道而家啊三月就加息啦，而家越吹越大啦，可能加7次息。咁我提一提大家，咪得一個講啫。哎呀，咁都係啦，喂兩個。嚇、啊，唔係淨係得阿大蒙講啫咩？唔係，仲有一個，仲有邊個？每日博士都係話7次嘅、哦，人哋同我講嘅，因為我香港嗰、那個，香港嗰位博士，好翻嚟啦，翻嚟啦，我哋唔好講其他人。咁所以我想講就係、是、7次係有幾極端咧。其實一年開8次會嘅咋，咁1月份開完之後咧，下一次就3月，即係話咧由3月開始，啱啱完咗量化寬鬆，就每次都加息。咁我覺得係有啲誇張，同埋另外啦，就7月啦，可能講緊縮表啦，大家要分清楚。我哋所講嘅叫做買少啲債、加息同埋縮表咧，如果根據翻呢個係早一個週期嚟計咧，個歷史嘅遺留落嚟嘅得出之處係咩就係、是，咦其實咧 tapering 買少啲債咧冇影響嘅，加息少少擔心，跟住咧如果縮表咧影響就大啦，因為呢個縮表咧係真係將聯儲局資產負債表抌翻出嚟，係抽走市場上嘅過剩資金。呢、這個唔係放慢啲，唔係略加融資成本，係抽水喎。呢、這個梗係驚啦。咁所以但係而家個個都知啦。咁你匯控上到55蚊，嚟咬多可能每日幾毫子，你好難再每日升2蚊啩。咁所以銀行股呢個時間短線啊，又好似難大升。咁你睇到內房啦，我哋都話又唔好咁樂觀啦。雖然話可能有啲城寨式嘅收購唔計落3條紅線，雖然窗口主導就話銀行太多啲款啦，雖然又話有9定11間公司咧就我會輸血嘅，但係
第一季始終都係講緊一個即係呢個高息債券還款嘅高峰期，仍然都有啲暗湧嘅。咁科技股嚟講啦，低位有反彈係正常嘅，但我都係嗰句我覺得要升都係等到第二季啊，下半年啦、大家睇到一次兩次咧，嗰、那個嘅所謂係呢個嘅盈利嘅情況，哦，原來咧而家係可以賺咁多錢嘅，咁就會先肯買翻上去。如果唔係嘅話咧，又留意喎，最近我留意到只螞蟻咧。本來有增資的嘛，而家又唔成功啊嘛，咁我諗拗爆頭，信達經正常宣布得就做咗丟啲㗎啦，點解最尾又褪腳呢？咁市場傳聞就阿爺唔中意，係比人行更加高級嘅人士係即係 cancel 咗呢單丟，咁我就諗咦？係咪似乎啲監管都未完呢？係咪阿爺都仲係保留叫做留意住、關注住呢只螞蟻同埋阿里呢？咁所以短線上，我覺得科技股都係波幅有波幅冇升幅啦。所以三個帶動市上升嘅勢頭，咦好似好好，但係又而家嚟講咧個動力又欠佳，所以我哋維持翻啦。嗱，我講咁耐咧，其實我唔係淡啊。咪係咯，係啦。首先要講應該冇乜壞消息嘅喎。係啦，其實冇壞消息就好消息㗎。係咯，因為上年好多壞消息，個市跌咗咁多，由31183跌到最低2665啦，已經 price in 咗好多壞消息。其實冇壞消息已經能夠個市咧有機會反彈，因為喺年初嘅時間咧，好多機構投資者咧都會重新我哋叫 rebalancing 㗎嘛。咁咪通常喺年頭就升得多嗰啲咧冇買咁多啦。跌得多啲，買翻多啲，做翻個即係重新嘅整理。咁所以其實冇消息就係好消息㗎啦。嚟咁樣啦，我自己覺得暫時嚟計咧，始終喺100天線裏邊咧，之前有啲回吐啊、整固啊、吊頸透氣啊，正常嘅，守得住50天線嘅話咧，我仍然覺得喺呢個叫做新年假期之前咧，有機會試24600啊，甚至乎穿100天線，去到24800咧都有機會嘅。好啦，就算失守50天線啦，而家咧就大概喺呢、這個係23997點，即係24000啦。就算失守24000個咧，有另一個位咧就大概係23600，呢個咧係個頸線位嚟嘅。如果唔失守嘅話咧，我諗之前2665啦、22709啦，高低腳再加27009單日轉向咧，係一個幾初步嚟講啦，短期啦係一個見底嘅跡象㗎啦。咁所以首先守住50天線，可以嘅話咧。有機會上翻24600到24800，就算失守嘅，守得住條頸線，情況都唔係太差。咁當然啦，如果又失守條頸線嘅話咧，咁啊弊啦。咁、那個下降季咧，似乎就未完成。咁呢個我哋逐步逐步去睇住佢摸著石頭過河啦。嗱咁啱啱阿比比都技術形態分析咗啦。跟住之後消息面都講咗，就係冇消息其實都係好消息啦。咁但係你覺得中國啱啱近期嘅一啲動作係咪好消息咧？嗱，大家琴日知道咗就公布咗 GDP 數據出嚟啦。咁全年 OK， 咁但係第四季大家都知道係個經濟增長有放嘅情況出現。有咁啱啦，咁人行琴日就進行咗一個 MLF 嘅一個中期借貸中期借貸便利嘅操作。就重點係咩咧？個重點就係嗰個率嘅個息率咧降低咗。另外同時間亦都做咗1000億嘅逆回購操作，嗰、那個中標利率亦都係降低咗。咁其實嗰下咧應該係為個市場帶嚟差唔多8000億人民幣。我記錯嗰個數應該8000億。咁啊變相係喺個幫市場 boost 咗好多水噶咯。但係好似咧感覺上對嗰個股市嚟講，好似冇乜幫助。即其實係咪應理應放出一個好消息嚟㗎嘛？點解會咁嘅？我諗有幾樣嘢。第一就係數字上就冇8000億咁多嘅，因為本身係有中期借貸便利嘅到期㗎嘛，都應該5000億到嘅。咁亦都我冇記錯，亦都有500定1000億嘅逆回購係到期嘅。所以咧，只不過就係到期我續做多少少，真正嘅放水金額咧就冇預期咁多。第二啦，就係每一日都有唔同消息嘅。我頭先提過啦，GDP 可能係4%第四季啊，好過市場預期嘅。咁你話唔係喎，比起舊年第一季18%走好遠喎。咁始終喺第三、第四季裏面啦，有啲限電限產啦嘅情況啦，亦都見到個疫情有啲反覆啦，再加上基數效應啊嘛。你睇翻2020年第一季係負增長。跟住由第二季開始咧，慢慢上升。咁你知道 GDP 係按年比較噶嘛？所以今即係講緊2021年嘅第四季咧，同2020年第四季比較高基數比較咧，一定係低啲嘅。咁但係我最擔心係乜嘢呢？淨係睇個 GDP 咧就唔重要嘅，再拆分落去嘅話咧，我哋包括有出口啦、固投啦、工業生產啦同埋銷售。咁固投嚟講咧，阿爺都猛震噶啦。其實專項債咧發咗好多，但係地方政府都唔肯使錢，咁啲錢去咗邊度呢？咁所以呢個咧固，當然另一個原因就係講緊房地產嘅投資咧都係慢，所以固投咧得4.8、4.9，普通啦。
但最令人失望咧係個消費。咁你知道消費始終佔比比較高啦。如果消費唔喐嘅話咧，其實對今年中國經濟咧都有個衝擊。咁所以當然啦，你見到就係出咗十招啦，會催谷經濟嘛。好啦，翻返嚟啦。點解個放水唔係令到市場太亢奮呢？因為我都成日講過就係、市場上包括可能好多、香港嘅媒體啦，都比較少講一個會議咧，就係舊年12月8日到10日就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呢、這個我唔知點樣去說服大家係非常重要嘅，因為咧喺內地嘅玩法咧就係、是、一個頂層設計，定好咗個方向啦，跟住唔同嘅部位啦、唔同嘅地方政府咧就照單執藥啦。哦，阿爺要我做呢啲嘢，我做啦咁樣。好，咁所以佢12月8日呢個樣嘢咧已經講咗個經濟咧三重壓力啊。咁、又話需求不足啦，跟住供應又唔夠啦，跟住預期就下滑啦，跟住所有嘢咧穩字當頭。當阿爺同你講，我記得六穩係啦。當佢同你講穩字當頭嘅話咧，即係佢話經濟有啲風險啊，唔通佢同你講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大鑊啦咁，唔會㗎嘛。所以你可以預計到嘅話咧，就係、貨幣政策啦，同埋財政政策咧都係會放鬆㗎啦。結果咪係12月15日降準咯。12月20日降咗 LPR 咯，所以其實成個路線圖唔會大水猛灌，不過咧會邊際放鬆。另外啦，減税降費咯，催谷消費咯，呢、這個都係會做噶啦。所以我諗呢、這個市場甚至乎你睇翻內銀喺近排嚟近咪升咗咯，或者前排連啲基建啊講緊係重型機械啊、水泥啊都升過一陣㗎，咪就係、是、呢個會咯。所以呢個會咧係非常之重要。但係啦，好坦白講，一般嘅財經節目梗係，揾個專家嚟排 number， 我睇到1、2、3、4、5、6、7、8，喂，詳細分析個會議嗰幾千字究竟有咩玄機，好趕客噶嘛。但係我覺得係重要嘅。咁如果你再問我嘅話咧，其實個尋寶圖好清楚噶啦。第一係叫做消費回歸啦，第二係反壟斷嘅措辭係溫和化啦，第三係講緊碳中和啦，等等。所以其實我呢啲會咧值得大家再去深究。咁但係針對貨幣政策嗰部分嘅話咧，唔排除啦，其實喺未來三個月係有機會再降準嘅。咁呢個對於市場嚟講咧，應該係一個好消息。如果你再講遠啲嘅話咧，舊年年底啦，我哋講今年嘅投資目標嘅時間就話港股未死嘅，甚至乎我哋覺得咧美股同港股嘅表現差距咧會比舊年咧係收窄，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11月開始，美國就收水啦，嚟緊就加息啦。內地先啱啱放水，咁如果你覺得貨幣政策係其中一個因素主導住2020年美股做得咁好，港股做得咁衰嘅話咧，咁呢樣嘢咧係咪有機會收窄先？當然啦，中間仲有個missing block 嘅，就係嗰個對於科技股嘅政策憂慮。咁呢樣嘢就要多幾個月咯。但係所以我就比較保守就係、是、美股會波動，唔好以為必贏。但係港股咧都未死，只不過係兩者回報會收窄啫，就唔係話哦港股一定跑贏，暫時就未係咁嘅。所以其實你講嗰三個定調咧，即係包括消費個消費會加力啦，係啊，反壟斷緩和啦，同埋碳中和咧呢三個理念咧，如果大家心水好清，我清啊，我今日心水好清啊，即係平時唔清啊，係啊，平時唔好清，同七小福係有關係。這個係一定係啦。係啊，嗱，不過呢度我哋唔再詳細講，因為頭先都講咗好多。而家大家即係有啲咩話要問嘅話，就留低啦。不如咁啦，即係我哋個方向有咗喺度，短線嘅個睇法有咗喺度。咁我哋不如直接咧，就我哋去我哋而家個喺我哋 YouTube 嘅直播裏邊嗰啲朋友仔先。好啊。首先咧，我見到有人問咧，你琴日有戴紅色口罩咩？琴日係啊。不過唔係啊，通常戴口罩係一攞戴。紅戴唔同㗎，今日呢個有花紋㗎嘛，琴日嗰個齋紅色㗎好似。咁呢個係咩花嚟？呢、這個我都唔知啊，但係點都好啦，我襯過㗎條呔。係嘛？嗱，我都係一個實力派嚟嘅呢啲啊。歐陸嘅我哋唔好講啦。好啦，咁啊，阿 Simon 就話即係係啦，又係紅色口罩啦，量產答問題速度係啊，今日我哋就盡量答多啲大家問題。嗱，你啱啱未提到即係。有人估緊就係話，即係美國可能會加息，息。但係我覺得阿 Simon 諗得幾好。係美國今年11月有中期選舉，中期選舉其實關鍵嘅。佢話喂有呢個中期選舉，係咪真係加到7、4息咁多？好第一樣嘢咧，我覺得特別琴日啦，我諗阿温鋼成都有講過中期選舉嘅問題啦。對拜登政府係好大壓力嘅，因為佢而家有三個問題：第一，通脹高企；第二係講緊疫情唔能夠控制；第三係阿富汗嘅戰爭咧係焦頭爛額。呢三樣嘢咧，你見到對佢嘅民望衝擊好大。咁所以咧，其實你留意到就係唔排除咧，可能真係會喺3月啊、6月啊、7月咧係加一兩次息。
咁希望控制住個通脹，令到呢三座壓住佢嘅大山，重申一次：阿富汗嘅戰爭、通脹同埋呢個疫情。疫情就應該慢慢希望緩和啦，所以咧佢主力就會希望對抗咧嚟阿富汗都冇做，已經撤咗兵啦，做唔到嘢啦，唯有咧佢焦點咧就係個通脹，所以佢希望第一基礎效應嘅來臨啦，第二啊喺呢幾個月當美國經濟仲 OK 嘅時間收少少水，令到個通脹唔好跌翻落去1% 2% 啦，有個下滑嘅勢頭，對佢嘅11月咧嘅選舉咧其實係有幫助嘅，但係當然啦。加一兩次咧，去到9月、10月、11月咧，就應該停一停手。所以我頭先引述嘅係一個市場上講得比較誇張加七次嘅講法啫。你睇個聯儲局嘅點陣圖啦，或者啲嘅市場平均上嚟講啦，三四次咯，即係咯呢啲數字度。咁所以如果三月真係加嘅話咧，可能三五七舉個例啊，咁上下，即係我要留意要 check 翻嗰一個月有冇開會時間啫，大概三五七，跟住就好美其名啦。我加咗三次息啦嘛，我要睇下加息之下對經濟衝擊係乜嘢，我就停一停，停一停啦。到時壓到個通脹，經濟又冇問題，咁我中期選舉嘅勝算咪提升咯。即係你亦都可以咁嘅理解嘅。所以我諗你個問題好好，但係我自己都唔係覺得佢加七次啦。咁但係有啲人就真係越嚟越極端，我覺得反而我想引申嚟講嘅就係，如果有啲人講緊三月會加半釐，有啲人會講緊加四至七釐息。咁即係話對加息嘅預期已經反映咗啦。咁銀行股短期係咪好難再升好多呢？因為個個都知嘅咯，個個都知嘅嘢應該反映咗啦。咁你好難將一啲 exponential 不斷反映同一個消息噶嘛。所以呢樣嘢反而我會諗嘅就係，當全世界都知道又睇得咁 aggressive 個收水步伐嘅話咧，咁銀行股匯控去到55蚊，係咪應該要唞一唞？唞一唞咧？我傾向係嘅，我傾向係嘅。好啊，咁啊嗱，即係其實我哋都係再即係睇翻個情況係點啦。不過都關鍵啊，下個禮拜聯儲局議息啊，係啊，下個禮拜議息咁啊，議息之後睇下究竟佢講啲乜啦，個議息聲明係啲乜啦，又或者個行動係啲乜啦。我自己覺得咧，因為大家記得咧，佢一開完會之後嗰晚咧就有一個議息嘅聲明啦，就兩板紙嘅啫，好短嘅。跟住隔多幾個禮拜咧就有一個長嘅一個所謂嘅會議記錄啦。即係當日嘅會議記錄。係啦，咁所以我哋即時知嘅咧係講緊個聲明嘅啫。咁我自己覺得咧，應該個措辭就不大㗎啦，變化。因為如果你細心睇咧，九月份同十一月咧有少少變嘅，我都提過啦，就係個通脹咧，九月份嘅時候咧，佢就十月冇意識會議嘅，九月份就話通脹咧係暫時性，大家知啦，即係而家我成日都笑佢，你係咪癲㗎？而家全世界知唔係暫時性㗎啦。好啦，去到十一月佢就話預期係暫時性，去到十二月嘅聲明成段改咗，好少見㗎。所以我諗十二月改得咁犀利嘅話咧，一月個措辭應該唔會太大變化㗎啦，唯獨是要留意三月。究竟係咪加息，同埋係咪真係喺七月份時候咧會縮表？呢個咧，我覺得就係個暗湧，亦都點解我覺得我哋今年睇27,500雖然近排港股好好，跑贏埋美股添，但我覺得個高位應該要喺下半年先出現，就係當大家加息嘅不明朗因素、縮表嘅不明朗因素塵埃落定啦，咁我覺得個市反而會做翻好啲，否則而家你估係加。有些人又話下半年先加，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算幾時加，其實都會有些人不滿意噶嘛。咁呢個就係資產價格波動嘅個來源咯。咁所以我覺得下半年我暫時會樂觀啲，上半年都係要小心少少。好啊。嗱，跟住我哋幫下 Juliana 想問1877。嗱，咁佢就話條問題係乜咧？佢話有追開阿比比你嘅節目㗎，咁啊同埋 Facebook 啦，佢想問1877隻軍實生物咧，上次講到如果去到61就有機會可以望住67，佢想問下你睇呢個睇法係唔係都仲係維持緊？係啊，但係首先咧，近排軍實咧有好多嘅消息出嘅，咁我都解釋過啦，呢啲生物科技公司特別之處咧就係佢可能核下有20隻藥。每隻藥咧都要過三關，即係臨床驗證1、2、3期啦，跟住再遞表就係上市申請啦。咁你就算做臨床驗證申請嘅話咧，你又要申請啦，跟住佢受理啦。所以一隻藥咧，其實誇張啲去講啊，一年可以出6、7個公告。咁你有20隻藥咧，即係120個公告。所以你見到咧，佢特別之處就係好多公告嘅。咁近排嚟計啦，我諗有幾單啦，有啲藥品就係簽發一啲嘅即係分銷嘅協議啦。另外咧就係佢有兩隻藥品咧係可以開始做臨床驗證嘅，咁所以個股價咧有啲炒作。第三樣嘢啦，我諗如果琴日有留意我 Facebook 嘅咧，其實康方咧係有嘢公布咗，就喺1月20至1月22號國際腸
胃道癌症年會有嘢公告，所以咧短線可能呢啲相關嘅藥公司咧會有少少嘅炒作，但你問我嘅話咧，我維持原判嘅，但個問題就係而家佢上唔到嘛。軍實咧，其實你見到喺呢個係10月31日做過59.5，去到1月3日係59.6，去到最新啦1月18日啦做過62.5，但係企唔穩，所以我諗。我暫時維持翻原判啦，就如果能夠企穩60-61咧，可以睇翻高少少。軍實都係我哋所講咧 ，PD-1 四大天王，即係 A 股恆瑞啦、軍實啦、百濟神州啦，同埋信達。咁個研發能力係強嘅，除咗有 PD-1 嘅抗一啲嘅抑制劑之外啦，亦都有雙抗藥啦等等，或者 ADC 等等啦，所以個發展潛力係好嘅。但係之前嚟講，我諗成個嘅生物板塊咧都掃落嚟咧，我諗都係嗰句啦，企穩60-61咧先至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變成三頂㗎啦，個技術走勢咧就比較難睇啲。咁所以一齊睇住先。中長線，我覺得呢啲位有。機會再升嘅，但係短線一定要企穩60先啦。暫時見到就唔係好得，所以技術上咧可能 要留意翻啲。好，咁啊，非常詳細啊！即係我自己聽完之後，我都覺得要再諗一諗，等一等。即係佢今日曾經去過62.4，係啊，但係企唔穩啊嘛。係咯，好快就碌翻落嚟。即係呢啲就唔叫企穩咯。唔算啊，特別咧，我再講多少少啦。如果有聽過我講節目嘅話，都係呢個叫天線得得 B 啊嘛。即係你一支嘢懟上去嘅話咧，好似上到好高，但係咧嗰個位咧係冇承接嘅，就跌翻落嚟。咁呢個走勢上就似乎唔係咁利好，最重要亦都係60邊嗰度啊。咁似乎咧60當然啦，頭先所講嗰啲因素咧，其實我喺之前節目咧都分享過啦，所以我下山3000節嘅啫。嗰啲嘅所謂利好因素咧，其實又唔係真係好利好嘅啫，唔係佢獨家產，唔係佢嘅王牌產品啊嘛。大家要知道每隻藥要經過臨床驗證1、2、3期嘅。如果嗰隻藥品個適應症，用的範圍很大，它能夠正式落地拿到上市申請，這個是最好的消息。但如果你是打一隻藥是可以做臨床驗證1期，喂，距離商業化條長路遠喎，師兄，那個相對上的炒作就不應該是那麼大，所以今天的走勢就差一點，真的要企穩60-60先講了。好啊，他另外就問1772的金鋒，他就說見到你在 Facebook 講話要跌，咁究竟要跌去邊，同埋點解要跌？唔係，咁講，我係講，即係其實之前咧，我自認噶啦，不嬲都好認。我之前話係130啊，呢啲位咧可以考慮買嘅。咁但係咧，明顯地130失手咗啦，再跌多15添。咁我初都有啲唔明，跟住再研究翻咧，咁我知道我有啲嘢計錯數啊，忽略咗啦。咁啊跌咧係有原因嘅，但係跌到呢啲位咧。我又覺得初步係差唔多。我昨天叫大家在我 Facebook 看幾幅圖嘛。第一幅圖咧就係講緊一啲嘅鋰嘅價格。咁簡單上嚟講咧，我唔想講太長，但我盡量簡潔。金鋒鋰業咧本身係做中油嘅一啲碳酸鋰啦，或者氫氧化鋰嘅產品嘅。但係近年咧，佢就會收購一啲鋰礦啦，做埋上游，咁鞏固翻鋰嘅資源，亦都做埋下游，即係電池。但係總體上嚟講咧，佢嘅自己供給比率咧都係40%到嘅啫。所以如果一啲鋰礦石嘅價格係升得快過佢產品嘅話咧，其實佢係受累嘅。而根據佢嘅產能咧，如果我哋講嘅所謂嘅鋰咧有兩類啦，第一係用喺磷酸鋰鐵電池嘅，就叫碳酸鋰啦，有啲人覺得係中低端啦。另外咧用喺三元正極物料咧，就叫做呢個氫氧化鋰啦。氫氧化鋰佢嘅產能咧係80,000+，而氫氧化鋰嘅價格咧，之前嚟計咧係冇乜升，或者升得慢過碳酸鋰，亦都咧係升得慢過呢個所謂嘅鋰鐵石嘅，即係鋰礦石嘅。所以對佢嚟講咧係利淡。咁當然當時我冇留意到啦。咁但係去到呢啲位置咧，我見到近排咧氫化鋰啦。氫氧化鋰啦，同埋咧等等嘅價格咧都升翻，所以理論上咧，我如果睇純粹基本因素啊，呢啲位應該就差唔多噶啦。咁但係你問我買唔買其實呢啲位可以諗啦，但係我有最勁個招噶嘛，2845噶嘛，因為佢有呢、這個有寧德時代啦，寧德時代啦，有比亞迪啦，同埋金鋒鋰業，咁啊最簡單啦。所以我諗我都不斷學習當中啦，以往嚟計可能就比較多嘅時間花喺生物科技啦，咁PD-1 啊乜有啲朗朗上口啦。近排我就多研究係電動車同埋鋰相關嘅資源，咁我發覺市場上嘅分析有時未必咁準確哦。
個金鋒鋰業是全世界頭幾大的鋰產品出口，鋰的價格我見你 Facebook 講的嘛，碳酸鋰價格由之前的上年的1月4萬噸，而家最新訂單是35萬噸，大家聽過我㗎啦。喂，佢仲唔賺到少？點解跌嘅？因為其實升得仲勁嘅係碳酸鋰嘅原材料，就係鋰礦石啊嘛。而佢最大嘅產能唔係碳酸鋰，係呢個氫氧化鋰啊嘛。咁呢個唔做分析，齋個講字咪容易係即係錯曬咯。咁我可能以前都大意咗，咁而家知多咗啦，未來嘅分析應該更加精準啦。咁靠你㗎啦噃。一起努力，靠你一齊努力，靠你俾多啲，即係幫我哋去再做一啲嘅。所以提多次，我琴日喺 Facebook post 出嚟嗰張圖咧，大家待住。對於分析呢個電動車啦，同埋係咪呢張啊？導演可唔可以掃一掃？係咪而家我部電腦呢張？係咪呢張？即係有嗰啲價格喺度㗎嘛？係啦係啦，你會而家呢張啊嘛，係嘛？睇先啊，我睇唔到。我就係見到有佢有分好多種嘅，即係喺新能源車裏邊咧，係啦，就有分鋰輝石啦，跟住有 99.5% 電碳。電碳咧，其實即係電池用的碳酸鋰，咁就係用喺磷酸鋰鐵裏邊，即係磷酸鋰嘅電池嘅。其實呢個圖表都清楚㗎啦，有嗰樣嘅原材料啦，同埋用喺咩產品。咁你會睇到跟住個三行咧，就係佢冇記錯一日啦、一個月啦同一年嘅升幅。咁你見到就係啲鋰鐵石啊，即係鋰礦石啦，同埋碳酸鋰咧，升咗幾多咧？五倍咯。所以我成日都問，喂，你又講遠啲啦，你講比亞迪。300蚊、320蚊賣，哦，因為佢個車賣得好嘛。咁你有冇諗過佢嘅生產成本由50000加到400000啦，350000啊？咁當然啦，我俾埋數你啦。其實有證券都計過嘅，如果碳酸鋰嘅價格上到300000咧，每架電動車嘅成本咧會加大概8000蚊人民幣。嚟話多話多唔多話少唔少，但你諗下啦，通常一架車。我唔計 Tesla 喺內地啦，普通一架車可能都係15000至20000到啦。如果佢嘅毛利率係兩三成，其實都係講緊賺3-5萬嘅啫喎。咁所以如果呢部分加咗8000蚊，仲未計鋰咧等等嘅價格嘅話咧，其實你賺少兩成嘅喎。咁呢啲係咪我哋分析電動車嘅時間，除咗淨係睇哦每個月佢賣咗80000架車，這個佢自己都要公布啦，仲要睇埋佢嘅。成本咧，這個我覺得亦都係好彩地啦，幫我哋比亞迪就係240蚊啦，同250蚊咧都捉到個底部，就係呢個原因啫嘛。因為我哋比起純粹睇銷量，我哋會睇埋個成本，所以我喺 Facebook 嗰幅圖咧，大家待住，我定期 update 嘅。咁我希望就可以一起分析一啲新能源啦，同埋講緊電動車嘅時間咧，可以更加準確啦。好，我即刻save 低咗落電話度啦。好啊，好，有人問商湯20號嗱，今日犀利嘅，因為佢今日有啲炒作啦，最高去過7.2，不過見到而家個升幅咧都收窄翻啲啊，去到挨近7蚊。阿 Lawrence 就話現價入 O 唔 OK？ 半身股就應該炒需求嘅啫喎，供求呢一刻。半身股有啲尷尬，因為佢最初上嘅時間咧，因為嗰日有三隻上啦，有商湯啦、盛樂啦，同埋全豐咧，好似係咁商湯同埋盛樂我都有見過，兩隻我都中意嘅。只不過當時就話其實我中意嘅，不過咧係當時嘅市場氣氛啦，同埋始終招股之後咧有幾日空檔期，唔知發生咩事，所以大家諗啦。但係基本因素係好嘅，我都講過啦。商湯個來源因為係來自湯博士啊嘛，而商朝係商湯係香中國第一個有文字記載嘅一個朝代，所以係劃時代嘅一啲勁嘢啦。好啦。咁佢真係最勁嘅科學家嘛，亞洲五大 AI 嘅科學家，而佢最勁嘅AI 用喺邊咧，就是、人面辨識。咁所以有個笑話就係幫內地捉最多通緝犯係邊個人咧，就是、張學友嘛。佢一舉行演唱會嘅話咧，就通緝犯係拉曬㗎啦，因為人面辨識咧係好勁。所以我覺得基本因素係好嘅，不過你要升都升咗，去到呢啲位有啲尷尬，我就未必好呢刻我唔想買太多科技股，所以我傾向就等一等嘅。咁當然啦，你話我唔介意短期嘅波幅，我又覺得我都係分住買啫。咁我咁諗啦，可能真係大概6.7呢啲位置到啦，咁我個分住去買貨啦。但係短期嘅能見度咧因為
如果冇新消息公布嘅話咧，咁我又諗唔到有啲咩特別嘅炒作嘅消息，所以我當然咧有另一隻 AI 會上市啦。有人問啊，係阿Simon就係嗰只2121啊，就係你想講嗰只咧，應該就係呢只啦，創新奇智科技集團。跟住咧，佢話呢個名，佢阿Simon話覺得好似好古怪，咁樣佢又問下你睇法。但其實我望翻個英文都唔古怪，個英文就係咧因為佢係青島嘅，嚟自青島，係冇錯。青島A innovation。即係 AI 啦，簡單嚟講。咁我其實如果係咁英文名一啲都唔奇怪啦，咁好明顯啦。咁但係呢隻睇法點咧？其實我覺得今年上市嗰啲新股其實又唔算話好差嘅啫喎，即係而家。OK 添，嗰日上過三隻都升㗎。係啊，到而家累積都有仲有升幅。當然每一我諗每一隻嘅基本因素唔係太一樣啦。我自己傾向咧。因為我真係冇見過新嗰隻，商湯我真係見過嘛，咁我了解程度係多啲，我嗰票會投俾商湯嘅，咁只不過就係咪呢個價位買啫，所以我自己我會覺得睇多一日兩日啦，睇一個新嗰隻嘅招股反應係點啦，除非好暢旺啦，否則我都係抱住只商湯會多啲。不過你話現價接近7蚊咧，我就想低少少6.7或以下先分住咧，做翻個比較中線投資咧會好啲。咁有即市場上都有啲人睇得好好嘅，咁我未必咁極端啦。但係我確實，如果美國再冇再搞鬼佢嘅話咧，佢係有個即增長嘅潛力嘅。唯一就係提一提大家，而家佢冇錢賺，暫時都係冇錢賺嘅。咁你喺一個加息期嘅時間買緊啲講未來嘅嘢咧，咁個波幅就斷定係會高㗎啦。咁你一定有心理準備啦。咁即2121，你有冇望過下？抽唔抽好？我真係望過下㗎啫，咁啊。我傾向觀望下先。觀望下。我信心指數擒唔上商湯，擒唔上勝樂嘅。講真。好，非常好啊！我已經解答咗你啦。徐芳358江西銅有冇機會上14.5？咁如果講資源，好似有勁過啲銅，金都勁過銅，好似呢排。金就麻麻地啦，有就一定係勁啦，有一定勁啦，勁到我都唔知點解咁勁啦。好，等下先，江西銅14.5啊，想個目標睇下擺到去，佢自己擺14.5。14.5嚟，我唔知14.5點定出嚟啦。咁但係呢幾日嚟講咧，你見到啲銅啊、水泥啊都弱弱地啊，咁可能第一個固頭個情況冇咁唔係話睇得咁好啦。咁所以我自己咁睇嘅話咧，首先要企得穩咧，大概13.2、13.3先企得穩嘅話咧，我覺得嗰個形態上咧就似乎會好啲。如果唔係咧，又出咗個頂位出嚟咧，就難搞啲啦。咁但係如果你上去嘅話咧，其實你問我咧，個阻力位一睇就睇14.6、14.7㗎啦。咁但係行唔行，我而家就未諗到一啲新嘅好明顯嘅利好因素，所以我咁諗啦。如果你望得14.5嘅話，應該都係你有貨啦。咁我先講個策略本身啦，就係揸住佢啦。咁但係咧，我諗，但我唔知你咩位揸啊嘛。大概13.1、13.2咧，要睇一睇佢守唔守得穩。如果守唔穩嘅話咧，咁都唔使諗呢個14.5市啦，即係住啦，好冇？阿楊太話只1310咧，穩穩定定幾好。啱啱望一望個圖，嗱當然我哋唔好望咁遠啦，可能由舊年七月到而家，喂，其實都幾穩步上揚嘅喎。即雖然佢慢，都唔係啊？點解？我覺得 OK 喎。因為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呢只係我哋舊年下半年嘅八大金剛嚟嘅。當初講完之後咧，其實去到10月、11月嘅時候咧，都幾揦嘢㗎，都跌到去最低成挨住8.5啦。8.5㗎，咁我哋都輸10% 以上㗎。咁但係説時遲，那時快啦。咁去到12月，我哋就嚟公布新七小福嘅時間咧，我哋就 close 咗之前 position 㗎啦。咁佢都上到成上到10蚊到啦。咁啊 OK 有少少錢賺啦，係啦。咁所以你問我佢賣點係咩咧？佢嗱先講個業務本身係平穩嘅。咁第二啦，佢不嬲都係派高息嘅，所以係當初我哋揀佢嘅原因。咁但係呢啲位置嚟講就唔係好吸引，因為你講收息股咧都好多嘢選擇啦。咁但係香港寬頻又好啦，香港電信都好啦，其實從來咧都係收息股嘅其中兩個可以選擇，即係嚟睇價位啊。但係如果你淨係講股份本身咧，香港寬頻、香港電信咧，其實都係可以留意嘅股份之一嚟嘅。
啱啱有即係喺今日嘅節目裏邊，有位朋友俾咗個 sticker， 我記得阿比比講話，即係佢唔想咁高調㗎。呢位朋友係咪啊？有心人不過唔緊要，佢即係先多謝你嘅 sticker 啦，同埋佢就話即係佢話好多時都趕唔切睇比比直播，叫比比你加油。啊、好，我會㗎啦。千祈唔好俾啲騙徒啊激親。你的粉絲的眼睛是雪亮，我的眼睛都很雪亮，好感動啊！搞到我，你唔好流涕，唔好流涕，我痛哭啫。1299嗱，七小福之一。咁有朋友就話啦，啱啱咧見到有基金減持啊，係算唔算比較 negative 嘅一個消息？咁啊，點樣睇而家1299最新嘅情況？我哋本身就話80蚊可以買啦，咁我哋睇90蚊嘅啫。但係個問題就係咧，都係第一佢第三季嘅業務增長咧係有少少令人失望嘅，呢個係真。但係我覺得最大的留意的地方就是幾時通關咯。但係而家嘅問題就是唔通關。而家唔止喎，而家連嗰、那個大陸落嚟嗰個免檢都冇咗，即係滬港二都要暫停。係，所以你會見到其實1299會有啲衝擊啦。另外譬如2138啦，之前都好強噶啦。都今日做翻好啦，其實都跌。咁你冇辦法，你有啲你要明白到就係每間公司或者每個企業，佢會受到不同的因素影響住㗎嘛，咁一啲疫情會受累的股份，其實自自然然最近會弱啲咯。咁、你話唔係喎，醫師健康咪今日升咗4% 咯？琴日 Facebook 咪提咗你咯，EdTech 咪即係主席增持啊嘛。咁主席增持，大家都會覺得哦見底啦。咁今日咪升4% 咯。但係從個業務本身咧，其實2138啊。呢啲股份咧，即係包括友邦啦，其實都係會受到個疫情拖累，所以大家要對號入座，明白佢最近升與跌係究竟佢特別做得差，定係大環境轉變。好，咁你話有基金減持，我就冇詳細睇到呢個消息啦。咁究竟係邊個基金減持幾多？我本身就唔係睇得太着重呢樣嘢嘅。嗱喺度，不過佢聯交所資料顯示嘅就係呢個美國資本集團喺1月13日。即係講緊應該是上個禮拜、就減持了大約2300萬股。OK， 咁減持之後咧，個持股比例咧就由7.03%降到6.84%。哦，咁唔爭唔係好多啫，係咁就仲係5% 以上嘅。所以我自己覺得每個基金經理或者每個投資者有自己嘅部署同諗法嘅。舉個例，當然可能話，佢睇探友邦，如果睇探友邦，點解唔沽曬佢咧？係咪先？舉個例啊，當然你話喂點可以一次過沽曬啊？但係另一樣嘢會唔會係佢最近有啲投資者係贖回，令到佢要減磅，即係好多原因。咁我唔會猜到啦。但喺我立場嚟講就係80蚊或以下買一個叫做亞洲 coverage 嘅保險股，而佢特別喺內地係做得好，嚟緊如果通關喺香港業務都有個推進嘅話咧，應該就唔係咁淡嘅啫。所以我自己都係維持翻原判啦。咁都係80蚊以下可以買，咁先睇住大概90蚊到啦。咁又咁講真啦，早兩日嘅時間佢都曾經咧係做過最高都85.35嘅，係咯，琴日咯，都85.35嘅。咁其實要多5蚊。都唔係難，都唔係話太難事啦。同埋我都提多次一樣嘢就係、我哋所謂嘅新七小福咧，其實係睇半年至一年嘅。呢個係2022年嘅選股噶嘛。咁我哋都咁噶啦。有啲人就話：喂，邊個得閒同你睇咁耐啊？咁我咪有短中線嘅部署咯。因為我哋七小福就三個板塊啦，講緊就係內需、金融同埋潔淨能源啊嘛。咁我數過啦，8隻裏邊咧，其實有5隻都係七隻裏邊咧有5隻都係升嘅，係爭只呢、這個係應該係滔博啦，同埋只291嘅啫，其他嗰5隻都係升，不過有啲雖然係升，未落過買入價，我記得嘅，放心。好啦，咁如果比較中短線嘅話咧，咁我咪有另外3個策略咯。第一係高息，第二係國策，第三係講緊呢個係盈起嘛，因為1月份好多公司出盈起噶嘛，咁我哋2130估中咗會盈起，不過佢唔升，都升都 OK。都9.5啦，跟住1799我哋估中咗啦，咁所以我諗如果你着重於未來1至3個月嘅話咧，就係留意高息、國策同埋盈起股啦，好容易估嘅咋，咁當然啦，你問我咧，嘉宏物流嘅盈起嘅衝嘅利好作用咧，冇我預期咁多。但係1799嘅盈起作用咧，又比我預期多，咁冇辦法啦，呢個萬中行情歸於市啊嘛，即係我係咁樣諗，但係市場有其他諗法都冇辦法啦，好冇？又唔知我哋係咪因為今日咧呼籲咗大家問問題，好多問題啊，俾咁好咯，應該答唔曬嗱。第一，再快啲，我揀嚟答。3143和 HTV， 我點樣揀咧？嗱，你啱啱未講過啲銀行股咧，即係可能有機會短線係可能會
投一投，停一停，投一投啦。咁阿 Mi Yellow 就話咧，佢想問幾錢可以買。咁既然係咁，其實如果啲大型銀行股要投一投，其實呢一隻嘅華夏香港銀行股 ETF 其實應該短線都應該投一投啊，係嘛？有咁嘅可能啦，真係。係，當然啦。如果你睇呢一隻3143咧，佢其實匯控啦佔19%啦，跟住建行啦都佔17%，佢乜都有嘅。內地銀行有啦，國際銀行有啦，香港本土銀行都有啦。咁其實不過好似全部都係香港上市喎，我睇翻。係，如果華個名話咗俾你聽啦，就係華夏香港上市嘅銀行股嘅 ETF 啊嘛，所以咧一定香港上市嘅。咁我嘅意思就係、第一個 indication 就係、其實市場唔係特別中意匯控嘅，係成個板塊都升嘅。咁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啦就係、去到呢啲位置，你見到特別啦，呢個講緊成個行業噶嘛，都有少少高位咧係揞住揞住嘅話咧，都預示住大家好似頭先所講啦，都反映得七七八八嘅咧，短期唞唞氣咧係正常嘅。咁當然啦，你話買貨。最少啊，都落翻十天線啩，唞一唞啊！咁如果咁講咧，其實大概7.3到啦。你見到我唔會擺好低嘅，因為點解呢？因為 ETF 嘅好處係佢每手成本好，入場費好低啊嘛。譬如以呢只為計，佢200股一手，咁每千零蚊，咁你喺7.3落一兩注冇問題啩，好過你買匯控幾皮嘢啊！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覺得你都唔係買單一銀行啦，唔需要理單一銀行嘅業績啦，咁你買緊成個銀行板塊，而你又確信嚟緊係會加息，對佢業績有好處。第三，佢每收入場費係1500蚊，咁你咪落住5000蚊，落兩三注先咯。佢再跌嘅，你再溝咯。即如果你確信個前景冇變嘅話，咁呢個我覺得，所以我唔會擺太低喎。要落到去好似我之前嗰啲咁誇張啲，落到7蚊咁，7蚊唔使買佢啦，我直接買匯控，我買呢個建行，買郵差叔叔都得啦。即係我等唔到咁低，我就用一個快啲嘅方法，咁我就用 ETF 去做啫嘛。咩啊？呢只都有郵差叔叔㗎，有你最愛嘅郵差叔叔。3% 咯。喂，都好啊！佢十大內，係十大內，佢啱啱排第十位。係啦，冇錯。所以呢只我哋其實講緊高息股啦，頭先講三個因素啦，即係三個策略啦，高息、國策同埋盈起啊嘛。咁如果講高息嘅話咧，講埋另一隻啦，3110啦。呢只咧就如果你喂你啱啱你咪講嘅嘢咪矛盾咯，又話銀行股短期唞一唞，咁好簡單啦。如果你想買高息股，又唔想集中買呢、淨係買銀行嘅，咁你咪買3110咯。佢最近咧。都考勁㗎，所以唔一定係要買，當然你話買只個股升一倍，我冇得同你講啦。但係其實 ETF 咧都可以有一個即係合理嘅回報㗎。以前嚟講咧，我比較擔心就係佢有啲內房，咁而家內房大家嘅憂慮就似乎谷底都有機會見到，淡化咗少少啦。可能個別有問題，但係你咪一棍咬落一隻內房啊嘛。唔係啊，你好似1109688嗰啲都好勁，勁到無論添啦，直情我驚啊，大佬翻翻去之前嘅水平添啊。所以我覺得呢一隻又如果你想收息嘅話咧。我哋講咗好多噶啦，內銀、郵差叔叔啦、建仔啦、招行啦、中國移動啊、匯控啊等等啦。但如果你話呢啲升咗啦，有冇啲係可以入場費低啲嘅防守之選啊？咁我覺得3110啦、3143俾你多一個嘅選擇去考慮嘅。好嘢，有禮物收。不過呢個其實阿比比都講咗好多次啦，呢個大家可以。咪啱啱講咯，哎呀，到我今日唔清醒添。好啦，我哋今日同阿比比傾到呢度啦。時間有限，嗱，但我都應承大家，阿比比唔係淨係同女主持做啊，佢都會幫我做噶。邊個話我哋同女主持做啊？啱啱有留言講，我唔係啊。但係我哋下次再同阿比比再喺中環財經連線同大家見面啦。拜拜。好，拜拜。